感情丰富，13岁情窦初开，至今情感受伤15次。我都一进京城就去三河楼，惹了一身风流债，无耻下流。你这不对，这有问题，这情报绝对有问题的。不是你们都看我干嘛呀？我这没什么呀。啊，没什么。对啊，真的。来，你念吧。王小石，20岁，养父王天六，姐姐王平平，师承自在门天一居士门下唯一弟子，武器为相思刀、挽留剑，喜好结交朋友，不分贵贱，且好管闲事。但与不问武功者交手，绝不施展武艺欺人，故有被7名地痞流氓打得一身伤痛，落荒而逃的记录。他就是武功差，别给他找借口。你，军师说的对。感情丰富，13岁情窦初开，至今情感受伤15次。哎，可以啊，王小石。你这深藏不露啊，半年一个，厉害。怪不得一进京城就去三河楼，惹了一身风流债，无耻下流。你这不对，这有问题，这情报绝对有问题的。情报绝对没问题，左兄的志可以证明。那这肯定是误会。王小石，怪不得去三河楼那段风流事你也不承认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要敢当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做过啊，温柔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哎，温柔，知识你也不帮我解释解释。不读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不读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楼里的歌组就是由这位军师一手建立的，论武功他不及狄飞京，但说到资料收集的细心，无人能及。那大哥，我们的入楼礼算结束了吗？这不是入楼礼，入楼礼是我要送给两位兄弟一座院子，去看看吧。谢谢大哥。看鱼呢？你的那些情报真的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不对，肯定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上次跟我说王小石在三河楼那些事儿都是因为朱小妖耍他，可当真？小妖姑娘亲口跟我说的，当真。哎，你就是不相信我，你还不相信小石头吗？你觉得他有那本事在三河楼胡来吗？那不就对了，他都没本事在三河楼胡来，怎么可能受那么多次情伤？你的情报假的。哼，